VIP 15巅峰王者查甘特拳，他给一个光明圣王龙，这个是需要花28000的钻石，相当于是3000块钱。OK，激活成功，加了90000的战斗力，好少啊！然后我找了一个客服，这是蓉蓉，我有她 Q，也有她客服，然后我给我发放一下，就请他给我发放一下这个海神阁的礼物。哇，群里有好多人，然后我需要找一下这个蓉蓉，我有他 QQ，也有他的这个，Hello，我有他的 QQ，有他的微信。这个游戏你充到1万2万，还有3、4万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哎，说句话。然后我们赶快来苏门这儿领一下礼物，不然又没了。他这儿老是超过这个积分，太烦了。好的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有，哇，穿戴了一个这个，加了35万的战斗力，夸张啊，真的夸张，有122个宗门馈赠，有3个80钻石的。6个300万魂币，这些是哇，4个200钻，相当于是80块钱。这个也是80块钱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600万魂币，哇，这是10000贡献，哇，我第一次见到有10000贡献的，这是5个5000贡献的，哇塞，极品龙之夜高级纪念单，哇，好多纪念单啊，这个都没有用了，大哥，没有废物好的烦武啊。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好的，那么多人，我们宗门已经买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空搭理他们。我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回复我，他还没有回复，那就先这样吧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个环节，还是先升级经验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去开一下这个魂骨，然后升级一下这个主副手武器。我今天打算最多花10000块钱，不是花10000块钱的钻石。升级我那个凤凰的主副手武器，进阶一下。来，苏门这里再看一下，然后馈赠宝箱，OK。哇，这个都剩下了吗？这个紫色的装备都剩下了？不是吧？哦，穿戴一下，这个紫色装备好像真的剩下了一个，然后我不要这个坐骑。哇，这儿有420个驯兽师，哇，一下升到6阶，真给力啊！好，然后坐骑的话，我看一下这个光明圣皇龙是什么样的，我骑一下。哇，这个移速好快，这个移速是所有魂兽里面是最快的。然后我们再锻造一下吧。OK，这个又不让升级了。好吧，先这样。接着我们做点什么？这个塔给他一个这个七宝神光。对了，我们之前放在仓库里的一个这个绝版魂环，把它开了一下，因为开出来就是1400年，就很好。然后要一个七宝神光，之后给这个塔安上，这个是能够治疗友方单位的。之后是，哇，算了，这些先不要吸收吧，还是吸收一个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想，换置空间。然后再来一个墓穴神谜，还是光琉璃碎。好，先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旁边还有一些可以进阶的，这个可以解锁一个魂环孔。然后强化的话，强化算了，懒得。然后魔晶王之怒，
我们现在有1.3亿的混币，哎，这个还可以啊，但是我们这个素材不够了，素材到时候再说吧。魂兽这里我们是要两角色到达魂尊20级，但我们还差一点，我们现在先做点别的，先把这个魂骨买一下，哎，先买一下这个乌钢吧，我觉得我先买上1000个试一试啊，花了10000钻石，来来来，升级升级，哇，升到50级，加了40000战斗力，再加40000，升到70级，再加40000，这个也是升到了70级。哇哇，这个有上限的，这个乌钢买的现在也升不到450级啊，只能升到97级。那我们等一等，我们先把这个魂骨买了。魂骨的话啊，魂骨也不行啊，魂骨不行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背包里东西太多了，我们先把这背包里清一下，把这个魂币有钻石全都清一下。哇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可以出售，哇 ，VIP 签单可以出售，哇，我满级之后可以出售，哇塞，哇塞，我还说满级之后这个扔不掉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可以出售的，既然可以出售，而且，啊，一个10000的魂币，那不是很划算啊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把它卖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想，我们这些怎么办呢？这些怎么办呢？现实的话是。啊，到今天晚上11:44，那我们晚一点再用这个这个签单。接下来想想啊，我们先买一些魂骨，可以买魂骨试一试。这些穿不上，真的是麻烦。我们赶紧下这边可不可以合成？合成装备的话，啊，不行，装备太少了，合成不了。完蛋！哎，这里还有个墙，武器打造。啊，我们可以升级升到这儿，我们可以把咱们的第一角色的武器装备一下，打造成紫色的，黑色的可以打造吗？黑色也可以打造吧？啊，黑色可以打造，但我记得之后会给一个黑色的武器的。那我打造还是不打？啊，这个素材不够，打造不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第二角色，嗯。这个可以打造一个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物，一件穿戴，啊，这个是已经是紫色了，它打造不了吧？我看一下，不对，这是锻造，我要去打造一下，啊，这个材料不够，所以不能打造成黑色的，那就算了。武魂这里，魂环身心是没有材料了，然后 VIP 等级礼包。切磋战报，卢本伟向我发起了切磋，哎呀，不错，巅峰王者领取一下，然后加了17000的这么一个战斗力，但是呢，这个属性我们要使用这个的属性，还会再加一些，还会再加了28000 ，OK， 然后显示称号咱们就显示斗罗星星，以示我们的这个谦虚，对吧？无上皇者，啊，这些到时候我们今天晚上就有了，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开服活动第一天。哦，第一天没有这个排名，第一天只是说有这个魂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咱们现在可以打一下这个斗罗之路了。OK， 我们就一直打这个斗罗之路就可以了。哇哦，这个技能我不想看，挺耽误时间的。我的凤凰只要放一个技能，对方就全都死了。小胖疯了，对手可是4级的一个混蛋鬼，你抢他还不去送死？哇，这 NPC 话都没有讲完，现在需要两角色到达魂尊15级才能继续往下挑战，但我现在等级明显不够啊，完蛋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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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熔炼一下装备吧，我现在要不要开魂骨？我正在想我要不要开魂骨，魂骨的话我大概会用掉400000的钻石，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花费，买吧，先买一些。这个不能批量买吗？
好，我先看开了多少个了。哦，对了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总共需要450个魂骨，但是如果开出了红色的，它算三个，所以我这里我重新记一下，我们已经开出了一个，对不对？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七，这里还有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这2.5杯经验药水放到仓库里面去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，三一，三二，好，32个。这个不能自动佩戴吗？好烦啊！我觉得全都卸下吧，然后到时候去合成。42个，我记录一下，第一波是42个。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人满了。您好，礼貌性问候一下。好像是，刚好进游戏，哥们儿带我不？不好意思啊，很帅气啊。好，你要看，我要看龙，你自己找吧。他是想要进我们宗门，但是没有进去。不好意思，人满了。他是，欢迎欢迎，这也是一个强者，说不定以后会是我们的得力助手，对吧？所以和他交流一下。哎，怎么还有人？还有人和我们说话吗？厉害厉害，这个翅膀。好，终于回复完了，我们继续开这个魂骨。一个，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哇，这是12个了，因为刚开了一个红色头骨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十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，三一，三二，三三，三四，三五，三六，三七，三八，三九，四十，四一，四二，四三，四四，四五，四六，四七，好的，我们记录一个数字，47。现在这个数字就是42加47。我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回复我啊？好，他正在核实，47。OK， 然后我们再去开。哎，这个魂骨好像不占位置，哎，不占我背包位置。哦，不是站的，站的，我已经没有位置了，快！哇，那么多魂骨，好难看啊，好讨厌。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不要的放到仓库里去，不然没有地方放魂骨了。
魂进阶单。稍等一下啊。哇，这几个都甩不掉耶。哇，这个只能先放到仓库里面去了。好的，接下来继续买。好的，来开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、二、二。哇塞，就有开了好多红色的，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，哦，背包里还有位置，还有四十个位置，三十六个，我们记录下，加三十六，然后再去购买。三十个吧。三十个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个，十二个，十三个，十四个，十五个，十六个，十七个，十八个，十九个，二十个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十五个。好的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宗门这里的这个宝箱我忘记领了。肯定又是六千积分了啊！哇，四十六个人领，那么多人领吗？哇，好夸张啊！就差我没有领了，是吗？哇塞，哇塞，背包里的东西，背包一满，没有刻意熔炼的，宿门困在宝箱，背包空间不足。哇哇，好帅啊！那么多啊，那就先放到里面去吧。背包空间不足，先用四个。OK， 五千贡献，三十钻石两个，一千贡献，再开四个。仓库，九十万魂币，三个无钢，放入仓库，放入仓库。OK， 哇，一百一十魔晶，我靠，这好夸张啊！竟然开出一百魔晶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想想啊，说实话接下来难为我了，我之后没有想好要怎么样搞，因为合成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是想着五个角色，每一个角色它都要有一个红色的，就比如说要有五个左腿骨，五个躯干骨，这样子。来，我们合成一下吧。人物魂骨，把这个拆下来。魂骨怎么样合成？合成好像是在这个界面。OK， 哦，它是两个紫色骨头加一个任意部位。哇，这就麻烦了。我看一下，
这个是右腿骨，右腿骨感觉很多耶，然后左腿骨稍微少了一点，然后躯干骨更少，躯干骨和头骨比较少，那就是右腿骨多一些。那我先合一下头骨和躯干骨，先合一下，然后要一个这个一键放入，合吧。好的，我看一下我现在有几个头骨了。头骨你在哪儿？一二三四五，哦，这个就有了。然后躯干骨我们再合成四个，合成四个躯干骨很简单的，应该是躯干骨一个两个三个，四个。好的，五个头，五个躯干骨，然后左腿骨一二三四，已经有四个左腿骨了。我要合成四个右腿骨，一个左腿骨，右腿骨一个左腿骨，然后四个右腿骨，蓝银黄右腿骨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。来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 ，OK， 还差两，还差四个右臂骨和四个左臂骨，四个右臂骨，四个左臂骨，左臂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左臂骨，右臂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OK， 大功告成，是不是很整齐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可以给每个角色都可以配备一个，剩下的就随便开了。剩下的我告诉大家怎么样用啊。嗯，我们现在先去魂骨这儿，然后做一下突破，然后要一个头骨，然后剩下的我全都选蓝色的，一共是要选十二块，不是全都选紫色的。突破 ，OK，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。躯干骨，躯干骨需要一个，然后剩下的又是紫色的，紫色的现在全都用于合成就可以了。躯干骨，然后左臂骨，来一个左臂骨，紫色，左臂骨，然后来一个右臂骨，右臂骨，然后是腿骨，左腿骨。哇，刚好合成左腿骨，右腿骨没有素材了。来来来，诶，大哥，哦，在这儿，一个左腿骨，哇，一个就加25万，29万，好棒啊，25万。好的，我们再开一些，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至少要保留四个。每个都保留四个，然后现在还剩一个右腿骨，一会儿我们合一下。先来商城买一些，一、二、好，先随便买一点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 ，OK， 可以合成了。我们去做一下突破，右腿骨，然后来一二三四五六，好的，突破。OK， 看一下最后一个加多少战斗力啊？加了58万，因为他凑成了一个六件套，所以加了很多的战斗力。之后回一下消息吧，哈哈，谢谢呀。哦，对了，宗门礼物，
应该没什么馈赠啊、哦，没有馈赠了，大家都领完，大家都把这个宝箱领完了，我们这个馈赠已经没有了，很可惜。然后这里领个奖，然后全部刷新一次吧。啊，都是六星吗？我还以为等到 VIP 十五全都是七星，结果他告诉我是必出六到七星，切切切，太糟糕了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想想，再继续开吧。这台就很简单了，我好像都不用数数了，我就直接开就可以了。我不知道买了几个，都懒得数了，说明简单用了。哇，放到仓库里去，这里我就不数数了，直接开吧。算了，数一下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哇，八九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，三一，三二，三三，三四，三五，三六，三七，三八，三九，四十，四一，四二，四三，四四，四五，我感觉不够，再去买点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，不是。谢谢谢谢，哇，抽到好几个红色的，这波血妈赚，我去，太夸张了。我先看一下我背包里红色魂骨啊，哦，还有些没开完，先开完再说。哇，在这儿竟然没有开出一个红色的，好生气。来，我们想想啊，多了一个右腿骨啊。这样吧，我试着在这儿看一下，在这儿突破的话选一个头骨，对吧，先从头骨开始选。然后这个明显多了，这个明显也多了，头的话我们选了，我们就每个都留四个好吧。红色头骨，然后躯干骨，这个的话是一二留四个，一二留四个刚好。然后这儿
来一个。左臂骨，左臂骨 ，OK。现在红色魂骨就都对了，只要使用紫色魂骨就可以了。左臂骨，然后是右臂骨。好的，然后是左腿骨。然后是右腿骨。好的，第二角色也齐了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可以考虑突破第三个吧，头骨要一个。剩下的先来紫色，然后躯干骨来一个。哇，这个还是很好计算的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。左臂骨来一个。呀呀，没了。那我合了两个，头骨和躯干骨。又要去抽这个了，让我喝口水吧，我杯子里没水了，我去拿瓶水。 OK。 这家伙怕有问题哦，他也做了什么突破哟，真是的。哎呀，不过他也是我们一个宗门的，他强大了我们也强大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宗门最好有两个比较强大的人，这是最好的。哇，魂骨，稀有魂骨评分达到四万、五万、六万、七万，哇，给好多历练点啊！我们今天突破五角色就靠这个。哇，终于结束了，加了170的历练点，哇，这个好给力啊！这区必火，然后我们想想啊，接下来继续买魂骨。哇，喝了口水，感觉有精神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要买一个这个天使宝宝，给我这个角色带上。这个差点忘了，它能增加我们50%的这个经验值，这样的话，你太给的经验就会更多一些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这里。买一下这个魂骨，不知道开多少个，看一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，哇，怎么都不出红的？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。哇，一个红的都没出，四三、四四、四五、四六、四七、四八、四九、五十、五一、五二、
三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，好，做突破去了。突破，我们还剩四个啊。左臂骨开始，左臂骨，问一下，三个，两个，两个，用完以后应该只剩三个才对。这个不要，这个是有四个，哦不对，这个是有三个。OK， 先这样。左臂骨，右臂骨，右臂骨应该是每人三个的，头骨、胸骨两个，这个先用吧。右臂骨，然后左腿骨，然后是右腿骨，右腿骨是最后一个，一二一二一二，哦，这个多了，其他的都对。好的，第三个角色也有了，完美！哇塞，我们战斗力已经800万了，已经800万了，好夸张啊！哇，做梦一样。接着继续买吧，我们一次性突破完，这样会比较好啊。不过那样会啊，也不怎么占空间，变成幻彩就不占空间了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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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里合成一套估计不够，我们先再买一点，再买个三十个吧。好的，我看一下 QQ 的消息。Hello， 有消息吗？苏门宝库奖励没有什么消息啊，真是的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。哇，这次运气还可以耶。来来来，突破一下头骨，来一个，应该除了头骨其他都是两个才对。这个有四个不行，这个有三个不行。好，突破，然后头骨躯干骨只有一个，其他是两个。好的，对的，那我们就用紫色的合成一下躯干骨、左臂骨。右臂骨，好，左腿骨，尴尬，还差一个右腿骨，但是右腿骨不够了，只有五个，我们再去买七个。好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。好，合成一下右腿骨。OK，
只差最后一个角色的了。我们稍微买一点，买上30个，慢慢来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啊，运气有点不好啊，一个红的都不给。让我们先开始合，头骨先开始，最后一个红色头骨。最后一个躯干骨。八个，我再买15个，我买20个吧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七、十八。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，我们至少可以合成3个。哇，一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。好的，突破一下。然后是左臂骨，然后是右臂骨，然后左腿骨，好的，右腿骨的话只有2个了吗？我们再买10个就 OK 了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不要10个，我买8个。好了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来个红色的吧，6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还差2个，还差最后一个，千万不要把最后一个给我红色的，你妹，你妹，这样我就多余了，你知道吗？好烦啊！说了不要你还来，右腿骨，啊，算了，这个红色的我留着。啊，红色也不能留着，我多了2块魂骨，有点伤心。哇，最后一个魂骨给我出了个红色的，这样我就多了2个，好烦啊！我5套幻彩了。